他讲2003年阳的男孩，他有癫痫症，去给他一样身上有灵性。再讲上次刚好会看到图腾，不过现在就很严重了。嗯，是啊，他是他家里有灵性呀。嗯，家里有灵性。嗯，他要念经的，他们家里有人懈怠，而且他们家里有人找过通灵人。嗯，找到通灵人啊。嗯，你去跟他讲啊，叫他不要这么乱搞啊。啊，是他是没有是情绪的关系还是什么？什么？他没有情绪，他没有情绪的。问题跟你说了呀，你花多少精力得多少果呀。啊，听不懂啊。他像他这种没有花这个精力呀，好好学佛呀，哪来的好果啊？明白了吗？